你为什么要留这么长的头发呢？那是习惯吧，我这个人有点固执，有点固执，执着那种，执着，执着，哎，就感觉，感觉这头发，他们说打理很麻烦，我觉得，习惯了。以前我们在龙华采访一个，也是个女的，她留了20年。20年。她头发已经着地了。着地了。对对对。哎，你贵姓啊？我姓黄，他是我老公。啊，这是你老公是吧？哎，你好。你们在这里多久了？2年多，在这里住了2年多了。哦，以前你留头发的时候，在老家留的还是在哪里？也到深圳来，也在家里面待过段时间。哦，重庆人是吧？我忙着上班呢，我老公。行，一直没剪过，没经过理发店。那就是2005年到现在是吧？嗯。那就有10年了。2006年。2006年9年了。2006年2005年剪的，2006年生小孩，一直没剪过。哦。中途还是剪过的。因为那时候厚了嘛，就把它。